预算太低了，今天不许涨啊，粉丝们。今天早就别吃饭。他要冰的，我的妈，冰的，冰情，冰情，他强调了三遍，一定要冰，然后颜色要浓，一定要冰，颜色要浓，一定要冰，颜色要浓。我的妈，预算8000，这粉丝欢乐喜剧人出来的。粉丝来你这边花钱，你还嫌人家坏话？妈呀！要去粉丝要去找一条冰情侣的，冰冰娇娇，颜色很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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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预算8000，怎么搞啊？底妆出一点行不行？你猜，上回要你给我姐找那条冰情，8000块钱，颜色还那么淡，底子又不细，这回你8000要找冰娇的，颜色还要浓，你那条。都谈了2个小时了，我他妈连哭带喊的，这还能怎么着啊？你继续谈。那粉丝这条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我去找找看吧。我天天在这里找，满脑瓜汗。过去老林那被骂，过去燕子那被骂，我找话找了几个小时，不准给我剪掉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就这一块有希望了，水水润润的，这里有点纸，那这个纸起货就见过屎了。那我就担心超预算，这个品质太高了。你说品质低一点的，它这里有一批5000多，是不是5000多啊？这些颜色太淡了，也是冰情的，5980是吧？这批颜色太淡了，你觉得粉丝会喜欢吗？他又强调了三遍说，说一定要浓浓的，浓浓的，浓浓的，怎么浓？浓的话，这一块我不知道谈不谈得下。哎呀，老板呐、啊，哇，来个正价。你们这翡翠卖不完呢，送我一块吧。掏家底的。哇，你看这些。送你一块。我不要。太色的还不要。你哎，拿着这做2个主意，放直播间放漏也行啊，9块9给他漏了。这个卖多少钱？你看我大锤都跪着了，都跪着拍了，你多不容易啊，我们男的。好，我问你多少预算来？还有很冰。哎，不要说话像放屁一样，我不看，我看不见。多少预算？你直接来吧。你卖多少钱？你瞒我最喜欢你瞒，我不瞒我就在这跟你慢慢磨我。26800，少点嘛。少不了多少。这个真的很好啊，你这一下就毒死你，都知道我都没过万预算呢，你那没过万预算。你不要买，我不要你这种便宜一点，过万预算的，这么多板料早点去卖嘛。这太差了，真的过万预算。他接完能揍他，我老婆，我老婆打不过。18000不说，你要还给我18000。18000你还要新5000嘛。哎呀，几千块啊，老吴啊，真的。你说你这个小鲜肉，那粉丝多喜欢你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他们不爱你啦。最近你好像有出现在直播间哦，叫他们黑你。哎呀，你看这东西的要砸几个过来，我真的你服了你。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不像个乞丐吧？12000真的不说了。不行，太贵了。怎么又不行啊？这么好的品质，12000都不行，你还要什么货？你现在我就要这个嘛，又现在市场上买个白条都要几千块啊，老吴啊。哪个市场啊？那倒闭。没啊，他肯定倒闭了，所以我来你们这里。人家那里越做越旺，我这里就给你整倒闭了。跟外家放屁一样，你看长得帅人不可信，姐们，你们要找老公，你找我这种长得三哈拉一点，不要靠谱。你靠谱，那你露我啊，你靠谱啊。姐姐们啊，你们觉得我外表很帅，其实我心更帅。9800，我不说。你看这臭不要脸的，你看看。7000嘛。哎呦，我都服了。哎呀，8000了，人来的，这个真的。8000了，不带薪好不好？不带薪8000。我真不强求你，你真的没钱呐、啊。哎呦，攒不来啊，你不带薪、啊。这个纸见过又死了，他还说颜色要浓的，我头发有点淡了，真的。有对对对，这个贴的不能带。搞违规了，8000块吧，算。不好、啊，不带卓鑫啊，你这个卓鑫要押出给我啊。好，行，说话算话的。那那个边角呢？我拿几块钱。啊，那个边角给你的，给你的那个边角。哎呀，再给2块了，还、哎、不说了，真的。姐妹们，只在直播间看手镯，不开直播间的都是冒充老吴的骗子。别到翡翠法律多枪，准备石头只取货的明星。